温汤镇沿路行走4.2公里，在翠竹青山之间，不经意遇见雾气缭绕的水库，顿觉此处山清水秀，空气新鲜。老表嫂家吃一顿老表嫂做的饭菜，美味可口，民风朴实，节奏似乎一下就慢了下来，人的心情舒畅，颇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仿佛在书房遇见一本走心的书，心境平实，而思绪和灵感却连篇蔓延。夯土结构的老屋化作静静的庭院，花开花落。潺潺的流水里似乎满是玲珑璀璨的鱼游来游去，这些美丽的景象就像电影般展现在我的脑海，于是一个念头在心底里沉淀下来，于是就有了就舍的理念。简单的人有一颗美丽古老的灵魂，因此就舍的理念就是他们的心有安然之处。放下一切，把自己交给自然，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爬山、徒步、钓鱼，或者关闭社交软件，闭目静养，不要顾虑重重，也不要喋喋不休，静听鸟鸣空山，水过竹涧。旧舍的经营目标是为了城市的居民创造一个完全放松解压的天然场所，但是并不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而是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的融合，让客人直接感受天然合一的境界。自在艺术是旧舍的经营理念，也是旧舍的灵魂所在。虽然那么多人去了远方，但是依旧有许多的人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着。当火塘的火燃起，当夕阳照在地砖上，哇，旧舍是美丽的。在旧舍，你可以自己定义什么是诗意的栖息地，你也可以自己定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旧舍不仅是一个高品质的民宿，
同时他贩卖艺术品，是一个特色的画廊，他为有为的艺术家提供便利的创作空间和条件。这就意味着你压在心底的艺术梦可以在这里实现，因为笔就在手边，窑就在身边，你可以在这里画一幅画，写一幅字，烧一个茶杯，因为旧时是有灵魂的，他知道客人因何而来，走的时候能带走什么，留下什么。旧舍的设计从整体上梳理了民俗、自然与夯土老屋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科学的、合理的方式保留了夯土结构的老屋。旧舍的设计以院落的形式，使四个孤立存在的老屋有了空间感，使之错落有致，增加了公众性和私密性。整个设计上有9间复式套房和8个标间，以简洁设计为主，增加繁复的灯光以及花草点缀，使之有不同寻味的老味道。旧舍提倡一种开放式的乡村经营模式，旅游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牵涉面很广，可能这是我们旧舍经营的一个优势。我们尊重生态，保护环境，希望低碳地进行营运。我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乡村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只看见人头，看不见景，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希望跟国际接轨，虽然可能我们的价位定价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带给客人一个高品质的乡村度假享受。我不能想象，如果在这里大巴一辆一辆，人头涌涌，那么还有谁会愿意来到这个小山村呢？我们提倡给客人一个安静的度假乡村的模式。哎，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刚过来，我看到刚过来的样。是啊，我们这里是用那个老房子，现在改成那个民宿了。到里面去看一下子，啊、了解一下子。我们这个民宿啊，你看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好。它我们做的时候吧，这样都保留了以前那个旧舍原汁原味的味道，现在融入到那个灯光片还是，我们做得非常漂亮。我们经过水口吧做了这个民宿，不同的特色，他们已经做了已经有6家了。有6家呀？哎，那我们就坐下来聊一下子。好啊，好啊。啊，好吗？嗯。刘书记，像这个民宿啊，做到这里啊，你们做那么多家呀、啊，对村民的影响蛮大的，都蛮受欢迎的。以前没有这么多游客在那。我现在看来好像人多了很多呀。包括这个旧房子改造了以后哈，这个村民呢、啊，把那个他们把这个房子租给老板了、啊，他们去搞民宿了、啊，他得到了租金，然后他自己拿到那个钱呢，又在到新房子里面去开了农家乐，他所以对我们村的经济发展也带动很大。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贫困户啊，他们都请到这里来啊，到这里来做事，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旧舍啊、嗯，他们已经请了好几个贫困户在这里做事、啊、哎，他们请到他们，那肯定很受欢迎。哎，村民呢就不用出去外面打工了，可以到这里来赚钱。还有啊，我们这个民宿啊，他做的时候啊，他从那个环境保护、啊、这一块、啊、做得非常好。他没拆掉房子吗？他没拆掉房子，他通过几套过滤，把那个厨房里的呀、啊，包括卫生的呀、啊，他都做得非常好，进行了排污处理。然后他们那个垃圾啊，我们都是全部用桶装了以后啊，然后有我们那个这里面有专门的车子，我们全部装在那里。没有外面没有那个建筑垃圾不会有这个污染影响的。